《小时代4》于7月9日起在中国大陆全面公映，主演之一的柯震东去年因吸毒被拘，已让电影上映档期被迫延迟。柯震东的戏份是否保留，从《小时代4》确定公映后就一直被外界关注，随着公映答案也终于揭晓，柯震东的戏份得以保留。过去一段时间，《小时代4》透过点映、首映等方式，已让部分媒体和观众抢先看片。大家看片后的反馈是，柯震东戏份基本都在，但以一种特别鬼畜的方式留下来。网友总结，柯震东的出场次数不少，但除了全景露脸之外，柯震东鲜少有特写。其余场景中，柯震东分别以声音、背景、侧脸等方式登场。片中，柯震东与王玲、郭采洁的对话戏份也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郭敬明坦言，目前的剪辑是按照总局要求完成的，对于尽可能保留柯震东，大家做了最大的努力。相比之前捉妖记直接被幻觉，在小时代4中能露脸，对柯震东来说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。夜色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